说起消灭沉沉烬如霜，大家或许还记得扑哧君吗？这位又整容了，而且居然还整自然了。最开始像杨幂，后来似网红，现在有股王安宇加李佳琦加许光汉的感觉。除了外形，他的名字也是变来变去，三个名字多张脸，居然是同一个人。